这个舞蹈开始的时候，那三个土人，就浑身掉土的那几个人，你看，对对对，都是黄金之土啊！大家看到我们的现场金碧辉煌，对不对？澄清，澄清，这是我们对你美好的祝愿，希望你接下来的道路能够一帆风顺。因为想要赢得价值30000的全球家庭旅行基金的话，你前面的路途遥远并且很坎坷，有4期节目你必须要首擂成功，同时到了最后一期的时候你还要冲击难关成功，所以加油啊小伙子，千万不要相信这两边的掌声，他们都是你们的对手，这一边来者不善呢、啊、这边善者不来啊。 Miss Mike, are you ready? Hello, Mr. BJ. Hey! TV 挑战麦克风，电视机前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光临我们的节目。如果想要参与节目的话，方式非常简单，如果要支持我们的挑战擂主澄清的话、嗯、就发送 A, 如果支持我们的挑战者的话就发送 B 到10669588820，有大奖在等着你。是的，我跟你讲，通过今天这个澄清的开场之后、啊、开场秀之后啊，是我就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什么？其实很多的朋友啊，他们在生活当中都非常的平凡、啊、很普通，是，但是呢只要来到了挑战麦克风，经过我们的舞台包装以后，就是一个 superstar, 他从此就不再平凡。对，所以说今天我们楼